有人喊他 uncle 吗？好像没有吧，哈。那可以。好，那个应该如果之前有来参加过我们音乐会，应该就知道这个就是不得不演的那一首。我也没办法，就是很无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刚强迫大家听完校歌了啊。那其实这次音乐会我们其实很不容易把它完成。那首先我们要感谢刚刚有看到前面有一排打击的小朋友，那个是我们松山工农的同学啊。有我们的黄文婷老师，也是我们的校友，然后带领他们的学校的学生跟他们学校的乐器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不然我们后面是没有乐器，是空的这样子。哎。好，再来就是感谢我的好朋友 Anton Alcade， Thank you.